下一题，十八公斤的铜块密度是九，完全没入密度0.8的液体中，请问你在液体中的重量？这显然是什么东西啊？显然是浮力嘛，空运中的重减掉液体中的重嘛。从最后的问题想起，有什么公式有在液体中的重量吗？有啊，就是浮力嘛，浮力一定是在空运中的重减掉液体中的重，所以我要知道浮力，我要知道空运中的重，我就可以求出我在液体中重动多少。可是你怎么求浮力啊？两个嘛，还剩一个嘛，哪一个 ？BVD 嘛，排开液体皮乘液体密度嘛，啊，排开液体乘液体密度。那我要求 B， 液体密度是0.8，告诉我还差个谁啊？差个体积嘛，差个 V prime 嘛，就是排开液体的体积嘛。那因为是沉下去嘛，所以排开液体的体积就是全部的体积嘛。那就等于是我要去求铜块的多大咯，有办法求铜块多大吗？还有公式可以让我知道铜块多大吗？还有什么公式可以让我求铜块多大？题目不是有密度吗？密度里面有公式有体积吗？有啊， D 等于 V 分之 M 嘛，所以我如果有 M， 如果我有 D 就可以求 V 嘛。有没有 M？ 有啊。有没有 D？ 有啊，你就可以求 V 嘛，就求啊。那干嘛乘一千？因为它是公斤啊，那密度单位是公克啊，所以公斤要换成公克啊，是要乘一千嘛，所以算出来体积多少？2000，2000是铜块的体积，因为铜块没入，所以就表示排开的体积就是2000。好，那我就可以求浮力啊，浮力就是1600克重，单位是克重，因为单位的关系，密度是立方公分克嘛，所以出来是克重，那就带回去哦，带回去。你前面那个十八为什么要乘一千？也是一样嘛，单位变成一样嘛，变成克重。要不然就是把那个1600直接换成公斤也可以 ，OK 啊。所以算出来就是 A， 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了解吗？了解，好，换你多少？也是一样，跟刚才完全一样，除了数字不一样之外，也是一样，跟刚才完全一样，除了数字不一样之外，通通都一样。请问他多重？你就在那个两个公式加上一个密度公式，反反复复的运用，浮力一定是减轻的重量，空气中的重减到液体中的重。浮力一定是排开的液重，排开液体的集成液体密度，再配合上 D 等于 V 分之 M， 你就算出来。帅哥美女，这位是谁啊？15号，没有15。你们班有37吗？没有。36。36。帅哥，你的答案 ？B 吗？C。你选 C， 请坐。一样，什么公式跟乙重有关？浮力公式。我现在需要求谁？我现在需要求浮力。还有什么公式可以求浮力？排开的乙重，排开液体体积乘液体密度 （BVD）。这个 V prime 是什么意思？排开液体的体积。沉底就是全部的体积，就全部的体积。所以那问题是怎么求体积？就回到了密度 D 等于 V 分之 M， 所以往里面带，求出体积是2000。注意单位问题，注意单位的问题。我们学的密度的单位是立方公分克，所以要是立方公分是克，所以算出来1600，然后带进去。就可以知道它是14.4公斤重，可以吗 ？OK 吗？好，下一题，倒回来问你原来多重，只是未知数的位置不一样，其他都一样。刚才是问你在液体中有多重，现在是问你原来有多重。
想法跟刚才都相同，只是未知数的位置不一样，一个在前面，一个在后面，一个在后面，一个在前面，但是想法是一样的，想法是一样的，要注意的事情也是一样，比如说单位问题是一样的。那请问你，它有多大？比例五啊，二，你选 B 吗 ？C， 三，请坐。一样，什么公式跟质量有关？一个公式叫做 D 等于 V 分之 M。OK， 再来就是什么？空气中的重，减力中的重，我把重量跟质量混为一谈。这里泡在水里面，显然跟浮力有关嘛，所以我们说用浮力来求，我们用浮力来求。那我没有浮力啊，还有什么公式可以求浮力 ？V 浮力 D 嘛，排开力一重嘛。那你必须要知道谁了，又要知道 V 浮力嘛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全部嘛，就全部嘛，沉下去就是全部嘛。所以呢，那怎么求体积？又再拉回来 ，D 等于。V 分之 M， 好，去求，钻出来这么多，因为你摁不知道啊，摁不晓得，没关系啊，就留着，会到时候会拿来用就好了。反正已经是当我要用，当我要用嘛，当我就会再出现它，就会移一移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带进去，然后呢就求，然后还是一样注意单位问题，八八八八八。所以答案就是32公斤重，这就是一些浮力的计算，可以吗？有人有问题吧？没，很好。